你可以在导航系统中制定一些常用的兴趣点，显示在地图上面。在导航系统主地图兴趣点图示，选择已显示的类别，当中有不同类型的分类给你选择。假如你想将停车场显示在地图上面，只是需要选择汽车相关、子类别、停车场，选择全部。返回地图之后，画面就会显示所有停车场的位置。